与韩庚队长在舞蹈接力游戏中的失败，你将会面临一个惩罚原则。淘汰。这一轮的惩罚原则比较简单。啊？简单？在所有开放的四个房间，你不能用。 语言跟他们交流，只能用肢体动作或者舞蹈向他们表示你非常需要他们加入你的战队。本轮开放的四个房间分别是17号廖廖，16号 Sammy， 18号重阳，到我了，23号阿牙，倒计时开始。 牙哥 ，Sammy， 我，重阳，到我们了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好像在选妃哦！啊！你看你这样的那么暴力的，我必须要来跟你暴力一下，来 ！Oh my god！ 心情怎样？现在就是有一种，也蛮开心的，挺开心的。请韩庚的队长 PD 跟他表达，我就第一个，我就想去找阿雅，又不能说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表达。他不能说话，然后我的桌面上有一点水了，然后他就沾了一点水，写了炎炎，从我这里去了罗队，所以你现在就只有一个 locker， 然后。 冰冰加阿雅，不是，我得看看易老师，真的。我等你来找你，先等我一下，好，我先去抢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已经结盟了，我们已经 OK 的，所以有人在找你，不要过来啊。好，我待会儿再过来啊，我们结盟了， OK。 跟 Sammy 已经结了盟嘛，已经他是确定没问题的，我要先去抓可能比较没什么几率的人试试看。先，轮换房间了，先，轮换打，哎，我要打好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啊，谢谢，我进去打扫了啊。你的心意有没有可能改变？我的改变也得等易老师，所以你是想要跟他是吗？如果你想要跟他，我就不勉强。 但是我很喜欢你，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还没有在同一个战队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眼神一直在对在一起。你记不记得？昨天你在 battle 的时候过程当中，我们两个的眼睛一直在搭配，我们的默契是很对的，我们东西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苹果就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一起拼，一起过。但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拼，一起过。 主要我还是想等易老师，如果他那边没有选择我的话，我就会加入其他战队。我也很需要你。<笑>时间到，请队长再次轮换房间。哎呀，我诚心诚意的。哇！别这样。先起来，你念了。 哇，好恐怖啊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大概有听到一点。你选我吗？选，当然选。我从一开始在你的战队，我就是，其实其他人其实都有很多诚意什么的，我很感谢，但是我还是想祝福我的初心。谢谢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机会改变？所以，我的镜头被他挂了。来，我帮你拿。你们两个自己现在干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其实，他有夜视镜头啊。别到点表了，爱表这样演啊。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忘记我的初心。好，请队长抓紧时间再次夺回房间。心情怎么样？感谢。哎，赶紧拿走，赶紧拿走！哎，感谢，感谢。哎。哎。完了，步骤被打乱了。没关系，没说完，没说。对呀，对呀，三，他是韩国人，竟然我还会韩语，完了还不让我说话。我说怎么弄？我只能说用嘴型还有血，嘴型弄得去说，啊，好费劲。你会说韩文，我也跳得舒服呀，南哥。好，请队长抓紧时间再次轮换房间。我已经想去罗志祥的队了，可是韩刚对上的时候，我有一点，他会说韩语吗？有一点动摇。无法说话的韩刚队长，请你尽快回到起始位置。啊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说话了。你不能说话。好，队长选择应该已经全部完毕。我可以说话了吧？필요해요。너필요해요。나한국어얘기할수있어。你不要抢我的手。편해。뭐네。잠시만요。不漂亮啊，裁判。不漂亮啊，裁判。会会。哇，好，哎呀，很难抢哎啊。我刚刚想抢阿雅，抢不敢。对，我也想抢阿雅，没办法。那你干嘛去找 Sammy 呢？你管我哦。接下来，请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队长的姓名。我想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我选择的队长是 Venice。韩庚队长。嗯。又商量。好。好，现在宣布结果。本轮。又有三名选手成功配对，廖廖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，阿雅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， Sammy 成功加入。因为我觉得跟 Sammy 的两个人的心是很蛮坚定的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妍妍和梅子都去了罗志祥那一队，其实我在心里想，我说怎么也得要找几个 hiphop， 一两个 hiphop 在我的团队里边。 Sammy 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，重阳待定。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可以啊，哎，韩国이름이편했잖아왜이래나不可能成功啊，진짜나필요해왜그래어떻게생각했네이次我们亲亲那个哟，我们뽀뽀했어요，뽀뽀，뽀뽀했어요，어뽀뽀요，뽀뽀요，어뽀뽀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原来你喜欢那个，对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行啊，行啊，耶，修罗 team， 修罗 team， 罗志祥又跟我做了一个动作，我不喜欢，兄弟，男生跟那个的兄弟要有啊。
所以我决定是罗志祥了。哎，抱歉，你决心太大了，你这个。你的想法还是最原始的选择哈。对，对，你选对的人了，你选对的人，我期待看你们的作品。帮你搞定。这次跟千玺聊的比较多，要争取的要去争取，但还是会替另外一个人，也开心，也是鼓励，一种小联的那种团结，团结起来，还挺好玩的。你现在也可以帮我说一下话吗？对啊，要不要说？阿呆，我其实有点想要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自由发挥。谢谢。